今天我们来学习无理数的运算，分母有理化。无理数日语读法是무리수，分母有理化日语读法是분모노유리카。首先，把根号五减根号二分别乘以分子和分母。分子분시，分母분보。然后运用括号 a 加 b 括号乘以括号 a 减 b 括号等于 a 的平方减 b 的平方公式，把分母有理化。分子则运用分配法。分配法日语读法是分配法則。最后进行计算并整理式子，得出答案。那么，就让我们来练习一下，先按下停止键做一道练习题吧。做完了以后，按下播放键，对一对正确答案吧。接下来我们来对一对答案吧。第一题的答案是三分之根号六减根号三。第二题的答案是三加根号六。两道题都答对了吗？最后来复习今天学习的内容。首先，把根号三加一分别乘以分子和分母，分子분시，分母분보。然后运用公式把分母有理化，分子则运用分配法。分配法。分配法則。最后进行计算并整理式子。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。